同学也没找。对，没买到去回台北，然后被骂那位，你也知道。300块了，3只4只。哎、欸，他们都知道哎、欸，说你没有买到，回去又被你妈妈骂。他们都知道。6只300，你要几份？3份。然后有人可能他也穿这样，你说你是小莲，300啊，三百多天才能九九百米吗？不是，那是我弟，啊，你弟，我不会跑去竹东啊。我本身前小时候，到八岁我都是竹东人呢、欸，真的会被骂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还写、啊，他真的会骂对不对？对啊。就像他一样啊，他会被罚跪一样，他做不好会被爸爸骂，我也会被妈妈骂。你啊，我不会啊。哦，你不会了。不会，我爸爸不会骂。哦。会，他们会吵架啦。他会骂他爸爸、啊嗯。他们会吵架，没有谁骂谁，互骂。那是婆婆啊。你现在要爆料吗？我爸。就本来先拿出去。哎呦。跌倒了，都讲完了，就你渣，花叉你要一份。回去啊，拢可能。有啊。有人要回去无啊？今朝有要回去的无？有人要回去的无？是。我有无？回去才好食呢，看我好食。要好食。系啊，阮三叫我爱食。啊，忙做你个小弟。何况你那个玻璃鱼有要吗？何况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就记下来哦。何况，昂沙没了。Okay.
阿西问了。我觉得现在花汤便宜，但是再过几年就不一定哦。再过几年花汤有没有那么便宜就不一定哦。很多我们小时候很便宜的鱼，现在都贵得要死。鲍鱼。二十粒配五粒鸡，哎，多少？一千。一千啊。对啊，一千啊。刀鱼贵啊，秋刀比以前贵啊。肉鱼哪有？肉鱼也不贵啊。为什么鲍鱼嘛？肉鱼很贵啊。鲍鱼的头就这样子。哎，那个。湖口有黄鱼吗？什么意思？今天在湖口那边，我不会知道。今天湖口。你说礼拜三那个团姐妹湖口，我不知道、哦。对啊，吴波鱼很久没出现了，大概两个月没出现吴波鱼。怎么卖？今天转起来，500块就好。好，5只，2只，3只给你了。好。
做人要剥皮鱼哦。我是不是爱老人婚哦？那有讲伊个做不？我怎么讲啊？有够高人婚。那有讲？啊，我怎么讲啊？有够人婚无啊？大只啊！大只较好啊，过年啊食大只，过年啊细只。人讲，人就讲，啊这三百鱼哦，规工的啊，好啦。艰苦。哎，我就先给你。戴口罩有好处哎，就是比较不会感冒。
钱好。一份买500呀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那他们帮我鲍鱼吗？阿姨，你要鲍鱼是不是？好，300块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还是300？那是昨天的吧？还有个没得签？对，那昨天的。一杯。对啊，他爸爸。一样过了，一样过吧，一样过吧，那是不是一公斤的？切片的，就是打开倒到盘子上就可以吃了，不用自己切。8:30左右过来拿，拿什么？你在学什么？用一份鲑鱼嘛，好，鲑鱼哦，鲑鱼要先写一下。这几个章吗？我先帮你写，等一下卖的时候再帮你拿一份钱。到我这边。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羊肉卤加鸭肉丸进去就会更对味。和美今天有开啊？和美有。你带多人啊？没带。哇，三百块。那个信宏说他卖鱼不卖肾哦。你带有人来不啦？3点、4点。你好像只有贡丸，今天没有鸭肉。虾皮要问一下，应该是有。啊，300块。我帮你问一下，虾皮刚无？虾皮无了。无，虾皮呐？一千。月亮虾皮刚无？无。黑啊！黑啊！只有。一分五包。还三包。三包呢？三百，这面一包哈。哎，起来，500块了。
有，今天有鳕鱼。500元。你光找。300元。还有头刀哦。哎。